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需要向那些为阿富汗而战斗并且献身的国际联军表达感谢，而不是批评。帕内塔星期五是在回应卡尔扎伊的讲话时发表上述言论。在星期四，卡尔扎伊说，美国军队并没有追击基地恐怖组织在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